中間啊嘛，唔該。因為今天 call time 太早，所以沒有去打到止痛針，明天會打止痛針就會好一點，因為昨天已經試過打止痛針，昨天就已經試過打止痛針。有沒有影響的？你說副作用止痛針會有點頭暈，但我覺得都沒計突然間想。其實本身是要多久才能得到手？其實他醫生是跟我說敷藥其實現在都沒用，因為你最主要是要休息，但是這幾天都很重要，所以就其實沒得停，要不斷練習，他就唯有被止痛針我了。是有沒有影響你的小心呢？那又沒有，是的， 都要頂硬上。有少少腫咯，可能，但是走路方面都 OK 的。鞋舞都 OK 啊？跟不跟得上？是的，你怎麼跳舞呢？昨天是就抹下啲 step 咯，今晚就會出力去跳咯。出力跳？是啊。都要。你一出力，陣間在個台度再咬多一次。工作人員和監製都很緊張，他們都叫我不讓我練，但是我因為我怕會行不熟的走，因為尤其是我一號呢，我要很記熟的走位，否則後面全部跟著我坐了，所以我是不是都要抹一次個位先咯，都要係啊。又痛到爆粗喎，真係。呢啲你擺喺心入邊，適當時候講適當嘅，我絕對唔會咁樣嘅，係啦，我係理解嘅，我唔會喺呢個時候宣揚廣東話文化嘅。後面一隻手，你嘅左手邊冇錯，係啦，我哋望佢左邊先，我右手邊又得。是我知道我的身形是没有其他佳麗那么好的，因为本来我的怎么说呢，这个骨架这里呢就都已经比较阔一点了。骨架阔是啊，但是还有水肿问题都挺严重的，因为以前我是有游过水的，游水都令到我那个身形都是比较大只的，这样东西其实有即已经没有吃很多东西，没吃很多东西，即是很努力的了已经。但是没有做运动啊？有做运动，但可能今个礼拜就没有那么即是 deep 比较忙啦， practice 可能就少了，不过会继续啦，今晚反之来系咯，快啲谂个方法出嚟，而家考你。饮多啲咖啡，唔好瞓，唔好食，唔好瞓添，唔好食，我惊你晕啦。饮多啲咖啡同埋唔好，唔好食，唔好食，系啦。即系留翻佢中间系是点大？一张。你是最平胸的個嚟嘅，平胸是啊，細粒唔係平胸，或者細粒啊 ，OK， 即係細粒啫，唔係平胸。係啊係啊，但如果我大胸會like個proportion唔係幾好嘅噃，係咩？所以依家我細粒咪咁 OK 咯。即係好加，即係你個數字咧就係加嚟之中咧就最細粒細嘅，呀，係啦。即是個數字最小的，那你會不會覺得自己舒適啊？不會，我覺得這個是特色來的咯，因為特色啊？是啊，因為如果二十個位佳麗個個很厲害的，是啊，那我最小粒，那你們就是說哦，十六號那個是最小粒那個問題啊，現在不是小粒，是小胸啊，是兩樣東西，you know difference。 那不是一定要大胸才做香港小姐的，是不是啊？咁、okay. 陳海林佢都好細粒啦，咁佢又做到細胸定細粒 size 都 like 個 body size 都差唔多，又差唔多，係啊，佢參選嗰時候都係87磅，咁我90磅都差唔多咯。Okay. 即係覺得嘅身材舒適就冇問題啊，係咪？係啊，有內涵啊，同埋笑得燦爛啦、啊，或者同人哋有 like 個觀眾緣啊，咁咪得咯。